台中市刑大侦办队与侦办一起贩毒案件向上溯源哦，在我们发现居住于台中的石贤跟李贤两人设有重嫌，并且分析他们的生活习性及接触对象以后，发现他们居住于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一个住屋处里面。我们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那警方于准备攻坚搜索过程的时候，石贤在门口发现大批警力集结，随即拔腿狂奔，为了防止石贤往巷弄里面逃窜，警方随即驾驶侦防车循他逃逸的路线追缉。那我们见情况急迫，马上以那个侦防车把石贤夹在围墙上，而且夹得恰到好处，不仅让他动弹不得，无法再继续逃窜，我们侦防车跟范闲都毫发无伤。那石贤见我们的技术如此了得，只好乖乖束手就擒。经警方调查，李贤跟石贤两人平常是透过 LINE 跟微信那些通讯软体跟买家联系，并且以男的女的作为代号来对规避警方的查缉。当警方搜证完备以后，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住屋处里面执行搜索，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五包，29.64公克；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3包，186.53公克；跟三级毒品咖啡包25包，110.07公克。手枪子弹9颗，手枪弹夹及其他相关证物，那全案依法移送那个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并经台中地检署提起公诉在案。